PPT 图解释简报123成功简报如何做好，包含了架构、文字、相片、影片、结案报告、 N 叉小抄、国际会议、 CD 教案、 e-learning 等等，这么多个项目，如果我们今天要把它用文字的陈述方式，我们会发现非常多的问题，有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之内，三秒就可以做出漂亮又专业的简报内容呢？这就是这门课要告诉你的小技巧。我们在这堂课除了会教图解释简报制作的方式，还会包含母片、动画、投影片放映，琳琅满目，大概有30多个小技巧，希望说让您在图解释简报的制作过程可以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，让您在职场上成功简报制作是职场上一个必备的办公室基本能力。欢迎你选读这门课程。